这个是你今天的任务。我的任务。没错，要帮我们完成之后，然后到这边领礼物。然后这个是你的分队贴纸。分队贴纸。嗯，分队贴纸帮我贴在手臂上。我立蛋了。对，然后去隔壁帮我找你的队服。好，谢谢。他说要找到五个有玩魔脸的 YouTuber。没有，五个有玩的肥宅。很难找五个人同时一起，并且唱五月天的离开你。没有，不是吧？为什么要加深？不要唱歌啦！我觉得不难啊，还好吧。要找五个同时哎，可以啦。这边不过不是我。They ask you how you are, you just have to say that you're fine when you're not. 哎，你也是立蛋队耶，大家都会。大家都立蛋，大家都立蛋，谁不会立蛋都难生。我这一有所指是什么？你在所指什么？我想要回去。你在出水嘞？噔，这是为师的完全体了。魔力，哟，我都跟你玩过了，我第一次开魔力来就跟你玩，五块钱，我没有玩魔力。突然觉得还要再找两个人好麻烦哦。干嘛？完成任务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行，你不能这样强行霸道我。今天是小鸡团，小鸡团，小鸟团，我被阿静丢过来了。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游戏，小鸡到我后面来，谢谢。一分钟可以吗？太深了！年纪轻轻的事情来了，没错，我们先试跳一次。好，三，好，正确，来了来了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有吗？有吗？哎，你要拍好哦。在刚掉地板上的有草味，它是找蛮好吃的，我不知道啊，厉害了吧？够凶猛。不行，我不行。OK， 要学起来，学起来。你要吃向日种子吗？嗨，是。实况组，好。实况组，他们写实况组。小助理拿到了水了，太快了吧！他们给的粽子，就因为开始越来越浑然天成了，你知道吗？讲白了就是胖啦。水晶粽哎，水晶。它长得怎么样？好吃吗？龙龙的凯瑞，凯哥越崩坏，你在干嘛？你到底在干嘛？你是来参加活动的吗？手指怎么回事？你想干嘛？我想表达你到底在干嘛？你可以不要再宅了吗？来，我帮你打，我帮你打。神魔之塔唯一信仰。哎，要死啊！那我来讲一下神魔小妹。神魔小妹好好玩。Hello， 你没有觉得怎么一个人在贴你吗？还好哎，因为我没什么感觉。你没什么感觉？你是不是对我没感觉？没有，我对你。你在拍我还是我在拍你？我在拍你、啊。还是你在打帮自己打马赛克？深深都有。女王出来，不要再滑手机了。我救场吗？收起来，收起来。等一下，不行，我在打。我决定要这样了。Rebel。谢谢，我接到 Rebel 工商了，耶、yeah! ！我人生就要接一次 Rebel 的。房间那个冰箱上面，桌上。六碳。托瑞你在干嘛？你在偷别人的东西吗？没有。这是不是你的？你不敢，不要不敢说，你要勇敢说不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被误会了，不要是因为。我觉得你的弹力比他还强哎。对啊，我有弹啊。你不要随便讲。现在更多人跟我讲说，只要有弹就给弹，可以的吗？好可怕哦！现在 YouTuber 都这样吗？大家从后面。太可怕。两颗。帮我后置一下，后置一下好不好？后置什么？要后置什么？要后置什么？鸵鸟的好不好？鸵鸟的。行，六碳。
他约他会把阿毛带过来。有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你看他一个时空剑猫怎么拖出来？也是队员，阿毛在那边滑了不中。你蠢的人也别小看我。是狸猫跟志敏，我可以给他爱心。他在对你发送爱心。我缺半个爱心。啊？我帮你找人。为什么不是你？他缺。我缺半个爱心。不是你要这样、啊。我们这里有一扎一扎一扎。对，哇，好难居然玩这个游戏哦。勾勾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提提箱那个画面。做什么？你刚刚做什么？力战队是不是？蛋蛋蛋死掉，这样不行、啊。你这样怎么办？这样怎么办？对，我们要下去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杀人了，杀鸟了，杀鸟了。来，所有人拿奖。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记得帮我留香蕉，不然你们练习时间会变少。花的时候轻松滑，好玩，我觉得真的要滑一次，好玩。我觉得太过分了，刚刚龙龙队他们都怪人，我一定要把一个人丢下水，他们把我们泼湿了。海洛，要帮我抱哪里？那个，因为你刚刚把我泼水嘛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的金针怎么硬？啊，拿手，用力，啊，可以，好，好的，有，来，所有人，加油！蛋蛋蛋蛋蛋蛋蛋！干嘛？说拜拜。好好吃哦。说拜拜。不要。快点，我手这样就快没了。说拜拜。说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再说拜拜。拜拜。说拜拜。说拜拜。小平。拜。粉团。拜拜。姚哥，姚哥，说拜拜。太棒了。说拜拜。拜拜。快没电了，说拜拜。拜拜。阿静。